你干什么？晴晴，你吃点东西，睡一觉，明天起来一切都能好一点。我也想好好睡一觉，我好希望这就是一场梦，什么孔明灯啊。 车祸，我好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我希望梦醒了，我还是我，沈哲宁还是沈哲宁。我希望我们俩还在一起。 但是这是真的，我没办法。 王经理，这是我的离职申请书。哎，夏董事长，我这是好心办了坏事儿了。没有，我辞职跟平台全没有关系。我来长盛工作本来也是帮忙的，现在 APP 正式成功上线了，我的工作也结束了。我已经想好了。哎，说句实话。 就算抛开你和盛总的关系，你也是我遇到的最优秀的员工之一了。APP能成功上线，少不了夏组长的功劳。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。没有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段时间也谢谢王经理对我的照顾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，那我就告诉人事部，尽快把你的手续走完。好。 那辛苦您了，孙总，夏小姐辞职了，人事部现在在过手续，想问您有没有什么指示？ 什么情况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剧情太扑朔迷离了。是啊，阿米小凡，这个给你们。我整理的一些 APP 的选品思路和方法，之后可能会用得上。谢谢夏组长。没事儿。夏组长，我们送送你吧。是啊，不用了。 你们俩好好工作吧，我那东西也不多，我可以的。好好加油。我其实还挺舍不得夏组长走的。
人好事少，能力棒，而且从来不让下属背黑锅，这样的领导以后可是很难遇见了。是啊，你说咱们盛总怎么回事啊？不能仗着有钱就瞎胡闹吧？谁知道他怎么想的？什么？钱姐从长盛辞职了？嗯。那她现在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很难过？哎呀，钱姐现在看起来跟平常人一样，可能是不想让我们担心吧。那我们晚上要不要叫她一起吃饭？不然一个人憋着也太难受了。我说过了，她说她想打扫房间。哎呀，可能是想让自己忙起来，这样就不用想着盛着您吧。小妈，紧不紧，松不松啊？绑。我来吧。你干嘛把东西放那么高啊？这样你每次够不到的时候，你就会想，如果有我在，那该多好。放回去吧。你把藏在你钱包里的照片还给我。我藏起来了。
我知道你藏起来了，你藏哪儿了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一辈子都不可能找到。原来藏在这儿。夏天，那个时候你就写了 My Summer， 现在找着了又有什么用？当你又擦肩而去。